非常的透凉。好，那建议各位可以穿浅色的内着，下面呢、啊、算是有点粉紫色的概念哦，这个非常多人买。好，因为大家都喜欢方便，就是 one piece 就能够非常的好看。上身的部分做了一个有没有不是很单纯的一个布料，有没有看到它的立体压纹超级美的，然后做一个手绣提花，然后你看手绣的提花纹路，那一样哦，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可以让大家再把它箍上去变成是短袖，这边有个袖扣的部分哦。好，那一样做上非常利落的一个七分袖，后背啊做的非常的精致哦，夹两件是做整套的，所以呢连后面啊这些提花啊肩带啊都有帮你把它做好了。妞儿身高161，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哎，我穿小白鞋是不会落地，所以小个女孩完全不会落地，而且它的绳子可以绑，你可以如果比较喜欢小个女生你可以绑上面一点，绑紧一点就没有问题了。这件我非常大推大家，因为它不论是版型设计到质感到整体的造型跟布料全部都是五颗星给它，真的精细度非常的够，而且一样有做上口袋，而且它还特别把这个提花做出去。以往啊我们自己如果是穿真两件的时候，这个肩带都会掉下来，对不对？好，直接帮你做好了，你看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了。好，所以呢这件也是妞儿非常大推大家，然后它的后扣是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单扣哦。